光之兄弟群体信息：一、关于别让小我阻碍健康奇迹的实现，传导莫尼克·马修 （Monique Mathieu）， 译者卢颖，译自其法文网站《从天到地》。有些人在想，你们说我们可以用思想在自己身体上创造奇迹，可为什么我们做了功课之后，还是无法完全恢复健康呢？我们的回答是，当你们对创造奇迹抱有绝对信心时，就可以在身体上创造出奇迹。不过得按以下方法去做。你们在此生中有一个小我，他是供你们来体验生活的，他是总监，是你们生活的领导。不幸的是，这个小我隐瞒了你们作为神性存有、光之存有的非凡力量。当你们对自己渴望的某种转变表示请求、确认与期待时，小我会立刻启用头脑智力去阻挡那个请求及其实现。只要你们还没成功的驯服小我，没能成为自己之所是，没能让自己的灵性意识超越人性意识，小我就是绝对的主宰。这是一项深层功课，要求你们对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状态有非常巨大的觉知，能强有力地控制自己的思想、话语和情绪。情绪对某些转变的阻碍也是很强大的。总之，这要求你们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强大的控制与理解力。有时当一个请求被提出时，是用心而不是用头脑智力提出，它成功地被你们内在的神性存有听到了，你们的请求几乎是立刻就被接受的。在提出请求与对这个请求的接受或实现之间，只有极其短暂的时间。有时小我被弄得措手不及，无法运用头脑智力。我们所说的头脑智力是指那种低级智力，而不是高级智力，是与人性意识和小我相符合的那种智力。为了使自己的神性同意和满足你们的所有请求，你们得学会控制，还得学会以最佳方式来表达请求与确认。但我们再说一遍，此事的运行速度对你们来说是极快的，甚至在你们说出请求前，它可能就已经完成了。你们一表示出某个想法、某个确认，即使没把它说出来，它也已经存在了，已能被神性感知到。也常常被低级智力、小我阻止住。灵性提升的功课要想取得成绩，首先的理解和控制小我，理解小我和低级智力的运作方式。当你们对自身有了充分的领会，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冲动时，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想法与话语时，就会真正知晓自己的运作方式。那么当你们提出请求后，一道闸门会以惊人的方式开启，使内在的神性存有满足你们的这个请求。一定要知晓自己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某个请求会被接受而另一个却不会。一切皆有可能，你们都拥有力量，精神对肉体是全能的。然而，为了让你们此生能在这个层面上体验生活，你们被赋予了人格、小我、低级智力。它对于在这个世界上体验生活是非常有用的。别忘了，你们首先是来体验物质的全部束缚与限制的。你们进化的最佳成绩，就是将小我、低级智力与灵性意识或神性高级智力统合起来。渐渐地，你们将对自我保持警觉，因为你们将了解神圣法则，了解思想的力量。
了解小我和低级智力的力量，那时你们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奇迹也就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奇迹，今天的奇迹，明天在你们看来可能就平淡无奇了。那时你们将具有另一种意识和另一些方法去实现自己的渴望和愿望，那时你们的愿望将主要是灵性方面的，你们可以指挥自己的细胞，取消一切限制，这是那神奇宝藏中的一部分。自从你们离开源头，自从上帝赋予你们生命，他就把这些宝藏放入了你们内在。很少有人能将人性意识、小我、低级智力和高级智力或神性意识统合起来，因为那需要不断保持领悟、超越与警觉。那些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即你们所说的扬声大师，成功的在人性部分，这是体验所必须的与光的部分，即全能、永恒和奇妙的神性部分之间建立起了桥梁。你们也都将建起这座桥梁，通过日复一日地学习自己是谁，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态度，通过自由完全地去爱自己、爱生命和爱他人。一定要意识到生命，生命就在你们周围，你们看得到它，但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感知到它。当你们开始感知到周围所有生命，无论是人类、动物、植物还是矿物的生命当中的神性时，就已经开始建造那座连接神性部分与人性部分的桥梁了。你们说时间过得很快，却没有花时间去看和倾听自己及周围的生命。建造这座桥梁的能力将逐渐被赋予你们，小我还有低级智力将自动为神性服务，因为能量会转化一切。小我将会懂得自己真正的位置在哪儿，并为你们的神性服务。它不会妨碍你们获得各种各样的生命体验，只会帮助你们轻松获得内在最宝贵的东西——万能的力量、无限的圣光、巨大的圣爱。当你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时，将不会再遇到困难，道路将是完全自由与光明的，因为那座桥梁已完全造好。它将连接起你们内在神性的无限力量与那已被超越的人性部分。要尽量经常确认自己真正之所是。你们可以说我是完美，也可以说上帝，我是完美，上帝，我是美好，上帝，我是光，上帝，我是爱。你们可以把自己想要拥有的所有美好品质都与上帝这个字眼结合起来，因为你们是源头的一个例子，是前往一个又一个世界体验生命的例子。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光之兄弟群体信息二，关于新能量、新编码与新情况，传导莫尼克马修 Monique Matthew， 译者卢颖，译自其法文网站从天到地。目前很多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痛，这也许是由于饮食不当，也许是由于身体在进行大清理。你们的物质身体有自己的意识，他的这个意识需要为转化做好准备。你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现在非常脏，因为你们老是使用它，且有时使用不当，或者说因为它提供了太多服务，现在这件衣服必须变干净，以便容纳新的存在状态，容纳种种奇妙的能量、圣光与圣爱的奇妙震动。
这些圣光与圣爱的震动将要逐渐就位，使你们成长并领悟自己是谁。他们会使你们的意识一点点摆脱你们来这世界前放置在自己意识中的门锁。你们在转生于地球前曾同意禁闭自己，你们把自己禁闭在了自身当中，禁闭在了这件潜水服中，无法得知自己的实相，自己真正之所是。现在这一切将会解锁。在旧世界中，你们就得那样禁闭自己。旧世界是指2012年以前的世界，那时就该那样，以便让人们进化，让人们明白自己的错误和因果法则，从而避免一直体验因果业力。2012年以后，新的编码已经设置好了，按照规则，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于另一种意识，灵性意识。他们会拒绝接受持续不断的二元对立，比如战争、暴力。他们甚至会拒绝接受疾病。其实有些疾病是通过药物强加给你们的，那些药物对人身体的损害远大于疗效。圣爱能量的奇异震动正一波又一波地来到太阳系和远超出太阳系的地方。这些震动各自有独特的色彩，每种震动都针对人类意识的不同部分，也针对行星意识和地球众生意识的不同部分。每一种颜色都必定会帮助意识进行转化。可以说，这些颜色带来了新编码，它们是不可见的，正如那些震动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一样。当你们吸收了这些不可见的能量与色彩时，如果你们非常敏感的话，就会有一些令自己吃惊的反应，没准儿还会害怕或狂喜。目前这一切正在就位，这会把你们逐渐投射到很远处，远超出你们在三维现实中的存在状态。你们现在就像在做大劈叉，一只脚仍在三维，另一只脚则在更高维度。有些人难以把三维那只脚挪向高维，以后几个月还会产生一些能量漩涡。这些漩涡，这些连续不断的浪潮将会提升你们，也会深深干扰某些人。那些人的意识水平使他们无法吸收接受这些能量并转化自己。可以说，他们拒绝接受新的生命编码，这会表现为抗拒暴动、暴力行为等等。为了帮助这些无法吸收新编码、新能量、新震动的人，我们请你们在冥想时把大量圣光与圣爱送给你们的人类兄弟，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尤其当你们听说有年轻人在城市里闹事时，请尽量花5到10分钟放空自己，在内在做好准备，让自己内在的巨大圣爱传播到所有闹事的人们身上，让这圣爱去帮助他们，滋养他们。他们为什么闹事？因为他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作为人的存在状态被打乱了，而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于是他们就像三维人那样去行动了。其实他们也是横跨于两个维度之上的，只不过他们更多地处于三维，只有一个大脚趾进入了高维。请把你们的全部圣爱送给这些处于痛苦中的人们吧。当人被某些事激怒时，就会不快乐，就会痛苦。那些自以为在寻开心的年轻人是在试图获得某种满足，他们不明白那是什么，其实那是为了填补内在的痛苦。
填补自己所经历的现实与自己内在开始显露的另一现实之间的差距。总之，他们试图通过闹事、破坏、无理取闹来填补那一切。我们说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各种能量现在和将来会越来越多的对人们产生影响，既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也有破坏性的影响。你们这些灵性存有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参加示威或暴动，那不是你们转生的目的。你们的使命是不断尽可能好地处于内在，让自己的圣爱喷涌而出，完全充满所有生命，充满那些愤怒、抗拒、不接受现状的人们。这圣爱会触动那些执政者的心。你们无法想象圣爱震动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要是你们稍微了解一点儿它的力量，就会惊叹不已，就会乐于把整个一生都用来让这巨大的圣爱震动能量流淌到众生身上。我们提到众生，是因为现在各界生命、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的平衡都已被打破。你们的越来越多的把意念集中于内在，让圣爱震动流淌出去，你们会感知到这个震动，会日益感觉到自己内在有种温和的力量，有某种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它好像有种味道，非常美妙，极其令人愉快。你们会感觉到这圣爱在自己内在苏醒，但此前还是得有勇气去超越，原谅他人，原谅自己。放手，要知道你们已非常接近目的地了，你们即将与我们会面，与自身会面，与新生活会面。由于你们受制于人性法则，所以觉得自己离目标还很远，还有大量功课要做，还有很多东西要领悟。其实，你们离目标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远。你们之所以认为自己离目标还很远，是因为你们仍过多地沉浸于这个世界及其规则，仍过多地沉浸于在媒体上听到或读到的一切。如果把那一切放到一边，不予理睬，如果你们只是看着自己如何生活，看着那些与自己相处融洽的人如何生活，就会意识到神奇卓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你们得抓紧时间放射光芒，发送圣爱，以后到了某个时候，你们就不一定有时间这么做了。所以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去做吧。谢谢收听，感恩祝福。